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这节课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真欢喜看到拢是新的面孔，可能。是不是拢第一摆咱见面嘛吼？第二摆吼，啊你唔过去班上了？意大利的感觉。意大利的，是。我咧想讲，即卖敢有到其他的所在来？因为咱就是安尼啦吼。高级班来的啊，那国外来的少年呢，我一定啊买一个呢啊徽章啦吼，送伊，因为足难得个啦，从意大利来遮读咱的这个课程是。就无简单，实际上，咱为第一届较起码，世界各所在的人拢有回来，因为大家拢有咧看啊，咱的上课的网站，世界上，巴西，圣保罗的同亲啊，回来，吼、也有南非的一个同亲啊，回来，遐啊，尤其是迄、那个啊，南非的同亲啦、啊、吼，同亲吼，因老爸我叫伊来谈嘞。他本身是要在大学在读，他说他要再用一年的时间要去日本交换学生，要去日本读一年。我那老爸，我们这样说说很巧的啦，你跟培养他、南非是用英文、我们是美国的啊，甲咱占领，他是主要占领全国，主要占领全国。过来，咱天王是拥有这块土地所有权者，伊要读英文加日语，所以因老爸我就甲安排咧。所以回来啊，这个案例让大家知道，安徽那么远，坐飞行机来到这里，差不多要14点钟了，要来我们这里上课，初级班，高级班，读读的，回去了后甲问者，伊讲因老爸有这個安排，可能即马翻者伫日本咧进修啊。好啊，这大家少年的啊，家己爱规划啦。你以后要做啥物？啊，有当时啊吼，是大人那爱甲囡仔小规划的呢。讲一个例，吼，大家。参考啦吼，我因为有个人讲，张教授啊，你哪会偏爱咱这个海外的本土台湾人？因为我伫海外住十几年啦。
所以真正要去海外嘛，无简单呢。啊，你要培养一个伫海外要生存，要底下跟人竞争，嘛无简单呢。所以，我囡仔也未十二岁以前，归家出去，啊，底下囡仔底下受啊教育，啊，大汉，啊底下爱因爱算的科系啦吼，伊爱读个科系，家己去算啦吼，啊去读。因的考试，迄、那个，阮后生吼，伊家讲啊，爸爸啊，我即马要去上班啊咧，爱注意啥物无？我甲讲，第一，你的皮肤是毋是甲人同款？伊讲。咱黄面的，你要到白面的，等于底下咧工作，我就甲讲，你去，那恁的主管交代，和你讲，你这三工来甲做完成，我甲讲，你若做一工做好啊。你就过去讨食，过去讨头路啦，讨工作啦，过去甲讨。伊有听入去，阮早起，因为我甲讲，你要到白面的，甲人抢一个饭碗，因的白面的，伊敢会去照顾因白面的，哪会去来甲你照顾你黄面的？恁大家想看卖就好，无可能的代志嘛。要安怎让白面的对你的印象较好，就是爱表现你的啥态度，爱做出来啦。态度很足重要的，因为伊去工作的态度。表现出来，伊白人的工作，讲交代三工，因咧白人都白人啊，三工我甲三工做先，两工半都做了，伊就倒遐半个，佫要有半天的时间，半工的时间倒遐咧啥，咧摸啦摸鱼啦，吼、哦！我甲讲，你若一工做得好，三工互你做，你一工做得好，你就佫提。我去讨，讲你做好啊！啊，有个什么他做无？安尼，你乃是做主管，一个白面的，一个黄面的，啊，你要用到一个，是不是要用能力不错的？一点感觉讲，哎，这个囡仔。能力不错啊，三工做一头一工，工半两工，都过来讨食。较重要的，才一定会好做嘛。伊的信心，我交代给你，你拢会如期完成嘛。这就是态度啦。我伫遮拄啊，我有足侪少年的，要甲少年的讲，你若出去要做代志的时啦，你若有安尼啊。你我一定会成功啦！好、哦、啊，这就是因为拄啊有咱意大利的同情了的咧吼啊，因为我那会讲，那是国外啊来遮送信啊，我拢会啊送一个，这就是我伫国外十几年，好、哦、真正。实在无简单啦吼！咱迄阵啊，哪里想袂到？嘿，规家要出去，嘿，即卖想来才会讲，会讲哦，迄阵啊遐好大。
一支针、一条线，拢为头啊开始呢，出去外国。所以，这就是要爱好大家知影吼，讲这个态度啊，足要紧的。即卖这度，咱过来个讲讲倒转来，恁大家那过去办的毕业啊，你就爱去修理啊，修理地带，你就去修理啊。甲酒店讲啊，我有啥物专长啊，我会使来甲你做啥物啊？甲几位斗三工，好、哦、啊！这几位唔只系人民讲，哎、欸，你的能力不错，安尼啥物代志互你做？这大家爱有这个啊，这个态度要表示出来啦。啊，因为这个问题吼。一人力银行啊，迄阵啊，我拄啊伫南部一所大学当会计系系主任的时候，叫我要甲登录啦。他讲啊，要甲伫迄个一人力银行华啊，伫这个叫做世界华人名人小传里面啊，要甲登录啊，甲讲。叫我写一个我的格言啦，我那是讲态度，讲态度，态度足重要，因为阮查某囝真正伊伫别人个叫做啊 KPMG 个会计师事务所内底啊，啊伫遐三年。了后，因为好毕业了后，啊，伫遐工作啊，就考到会计师。啊，一般诶，白人啦，伫遐做三年啊，就做三年尔嘛。啊，那我感觉阮查某囝伫遐做三年啊，等于做头都有六年经验啦。一个白人伫遐做三年诶经验，甲一个。黄种人，啊，咱个黄面个底下做三年，伊头六年个经验，因为伊去世界各国，怎走英国去？履历表出去，原则我甲讲，你去英国，两间学校互你选尔啦，剑桥甲牛津啦。这两间老爸都要来赚钱啊，会使家己资助啦，其他那边读啊啦，去遐，迄、那个伦敦吼、哦，英国我真快，唔是讲有诶，伊去遐都有一个因弟弟诶，做啊同学诶，做姐姐，我伫不是在伦敦啦、啊，在香。他较乡下吼，底下我是博士后的研究啦。啊，伊怎下飞机？等于英国有一个，等于是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啊，下飞机就到那边去。啊，他将他的迄个履历啊，他的做过的经历啊，都丢出去。一个礼拜，伦敦。人家要请他，跟他面谈，啊，伊就去伦敦啦。啊，事实上一礼拜就搞定啦。所以要甲大家讲吼，有当时啊吼，吃亏吼就是占便宜。有诶，别人诶想法讲啊，你这个啊黄种人都是拢吃亏啊就。啊，咱这个有种公司拢咧欺负黄种人，拢叫伊直直做，叫伊直直做。啊，有当时还叫伊来加班，叫伊来做啥？啊，咱袂使，咱也是，这就是态度，你袂使去推，
你若去推的话，你都甲别人同款啊，爱用啊爱用你。吼、哦，咱爱有一个家己诶结果啦。若要伫国外吼、哦，要谋生存的话吼、哦，啊，这就是第一届，甲大家补充这段，予大家知影吼、哦。啊，过来啊！因为伊人力银行叫我写，拢爱写两句嘛。啊，我是写态度啦。过来一下，有心啦、啊，有心啦、啊，那有心要做啊，一定成功。无论你要做什么代志，当然，咱伫遮啊，我要讲科批。科批伊讲第一是啥？天命啦、啊。第二啥？运气啦，第三项努力啦。哎，何必讲安尼啊？啊，这因为那是大的工程，所谓大的工程，那个伊要去做这个政治啊，你无天命，敢有可能？所以伊讲诶，我足清楚啊！大家有这个命无？恁大家就家己判断讲，你有没有这个？啊，那有？啊，有这运气无？那看有诶，做兵，咱会了解。从这个要做啥？照讲吼，咱起码报纸报案呢，这个阿帕奇这个直升机吼，这个姓老的这个总指教官，两粒模样花，国家培养一下，这啊钱啊去训练。阿爸一定足顺利的嘛，啊，若是照安提提升去啊，啊，伊那可能他没有这个天命啦，才会出代志啦，才会记过啦。哦，啊，即卖才会去判定啦。啊，这就是啥？天命啊！啊，运气也不好。所谓运气不好，你有诶有天命，啊，有诶啊，运气还蛮好的。伊带出你看的，拢未出你啊！把迄个种照片都抛啊，放在啊那个 Facebook 上啊，是抛在哪里啊？都不会啊，人家也不知道啊，都过去啊，过去啊，哪会知？所以这都是一个人多少都会有啊，那没有啊，如果努力不过也没有办法。所以要跟大家说，真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运气、哦、每一个人，因为你们大家都听得入去才会入来这，我们才有这个实在的机会、哦、要跟大家、啊、了解我们秘书长这个论述、啊、这个论述是100%正确的啊！我是甲大家讲，这那是足正确的。伫遮四五年无代志，啊那唔是啊，早阮都了了了呢。四五年前，秘书长。去甲讲啊，来参加者，咱来参加者。我甲讲，我啥物拢未晓。吼、哦、啊，伊讲，那讲台下讲的你会晓无？我讲啊，迄我会晓，无其他我未晓。啊，干那安尼来，伊讲
啊，无你都要伫学校吼，无都要两字个啦，较袂我受到学校的围绕吼。到尾啊，看看了解一下，讲啊，这都无代志啊。无用两字啊，我用我正名啦。啊，所以大家即马了解啊，我的正名在课表拢有啦。课表上尾啊，遐课表吼，张文燕啦吼，恁有大家有看到嘛吼？啊，真正若要搁了解我吼，加两字就好。张文燕教授，你去上网去查 ，Google 也好。雅虎也好，啊，那有迄个做啊，上迄个做啥？用声音来找的吼，用手机啊，要上网，你啊，像张文燕教授吼，我也去看到我的资料啦吼，啊，这大家都甲你啊。了解，让大家了解讲吼，咱这条路是100%正确的。啊，目的是啥？目的是要让咱未来人民会过了较好。啊，若无过较好吼，咱话免遐艰苦。咱的目的就是安尼。科批应该也是足了解咱的呢，因为咱两三年前咱就这个观念啊，吼、哦、啊！我即马用 PowerPoint 的方式啊，甲大家安尼介绍啦。啊，即马就是上头就是讲欢迎大家来参加，但是来参加了后，就是要拜托大家都两件代志尔啦。第一，回去介绍少年的靠专业的过来受训。第二，去签这张身份证。啊，这张身份证啊，啊，100%是美国制造，啊，美国制造。好、哦，啊，这确定啊，咱再来看使用者现身说法。啊，用的人的现身说法，吼、哦，啊，这就是，因为有恁大家来，咱才会成功。恁若无恁来，啊，可能，干那阮尔，啊，阮老伙仔敢有可能，拢爱靠少年的，所以，回去。拜托介绍较少年的、较专业的，吼、哦！啊，我这哪会要讲？我这就是讲，咱两三年前，咱就是讲，咱的宗旨是啥物？咱的宗旨是啥物？是哦，为百姓设想，就是为人民设想啦。啊，即马科批咧做的代志是毋是安尼？大家去想看卖，科批，即马伊讲，咱政府是咧帮助遐财团咧炒，即个房价伫甲炒起来。伊讲安尼敢对？伊则讲袂使哩，只租不卖。好、哦、啊，好，大家哦，一间啊，要租人差不多啊，3000几块、4000几块、5000几块、6000几块，安尼不卖一个月，好年轻人啊有房子住，啊，这就是科批的观念。就是那是为人民设想嘛，为百姓设想嘛，啊，这拢敢人敢看，啊，咱这足早，
就这个观念啊。哦啊，这个啊，可比的，伊做市长的时啊，伊的后人会有做三，伊两条长的啦，啊，一个。这个四角的啦，啊，我一家选长的是用改变成真，足难得的，会赢遐济票，吼、哦，啊，唔叫今仔日讲台北的弊案，啊无哦，哪有可能台北市好业愈好业，散的愈散的。这就变安尼的情形啊！啊，那起码伊就是用改变成真，表示讲要让台北翻转啦。真正台北的人，我有福气哈。啊，这就是啥？哦，哦，湾西体哦，啊，湾父母女，就是讲一个乡亲，一个家庭。这个台北市这的人，就是拢做一个家庭啦，啊，所以伊拢爱是照顾啦，袂使干那顾遐财团尔啦，哦，大大细细，也是爱照顾，哦，啊，当然这是伊的观念嘛，啊，事实上，咱要来遮上课。咱也爱家己有这个观念，咱以后出来是要啥？我予人民过得较好，啊无，大家，那甲流氓政府同款，啊都，哦财团都好啊，啊财，啊，政府，拢啊官官相护，安尼对人民敢有啥物？意义啊！那那安尼，咱大家往边来啊！真正那是无对人民啊过了较好，咱也使把这个流氓政府赶好走。好、哦、啊，这就是希望大家爱有这个啊精神啊，甲这个要做观念啊来吃，好、哦、啊。感谢大家到下边。这个是美国啊，这个管诶，伊咧专门咧管这个东亚的啦，美国助理啊，国务卿在管啊，亚洲东亚这个地区事务的。这个国务卿，伊伫这个太阳花了后，赶紧出来发表，你看讲啥？罕见呢，从来唔捌讲到呢，讲要予咱台湾主地啦。啊，这个主地是啥物主地？来，伊这个主地是讲啊。autonomy 就是讲要予咱面顶有人啦、啊，就是面顶是啊日本天皇，因为我们伫这个伊的土地啊，予咱来主地啦。好、哦，啊这爱予大家知影，是安怎伊赶紧出来画，伊看到50万人少年人。啊！个世界各国拢有反应，拢站出来。伊惊讲啊，因这个少年人呐，到尾话讲，咱来独立无，咱来公道哦。安尼阿伯都废去啊咧，真正足麻烦的呢。咱上课甲今日，大家应该会了解。迄、那个李登辉先生诶，总统前总统李登，伊讲要干哪要废
要会台湾神娘嘞，台湾神不要，这个神不要。美国的讲啥？未杀你啊！起码叫动神呢。现在还有台湾神主席呢，啊，知影人也就是。好、哦，啊，有诶啊，谢谢啊，有诶人我都唔知啊。起码要台湾神主席呢，是安怎？美国人讲未杀你嘛？啊，你神把他拿掉，没有神主席了，你就成一个台湾国了嘛？啊，你们就等于是应安尼讲啦吼，应讲因为咱这个所在早期是联军打下来，美国打下来的战利品啊，就是台湾啦、啊。啊，叫蒋中正啊来接收啦，啊接收了后，伊就无法度转去啊啦，吼、哦，一个时阵啊无，接收了后，因爱成立这个啊台湾民政府，啊慢慢的才啊因甲这个清政府撤退了后，啊才变。台湾政府，啊，那因为李登辉是要甲变台湾政府啦，伊讲那安尼下，这个联系下无去，所以讲唔只袂使。阿扁安怎？伊若讲阿扁做总统的时讲，好啦，阿无我来申请联合国用下台湾共和国去联合国申请，假去啦。一挂人去联合国遐咧抗议啦，啊，敢有效？无效嘛，啊，佫说来安怎？伊讲好啦，联合国拢甲退惊，也无甲开，好啦，啊，无我来安怎办公道？啊，美国讲袂杀你，啊，佫甲付一个名哦，何况。你是麻烦制造者，大家知影无？应该知影嘛。啊，无第一届选到总统的时，美国足欢迎的呢。吼、哦，还去个德州遐、德州遐，吼、哦、足风光嘞。到尾来，伊直直做起来，伊讲啊，你要搁去参加啊？联合国用台湾共和国，啊，过来，搁要来公投，伊就是要改变安怎？流亡政府，他为了改变为啊，成为啊一个独立的啊现状嘛，一个政府啊独立的国家嘛，啊，这都袂使，因为你若要宣布独立，啊，就跟美国战争啊。这边上课应该大家拢清楚嘛吼？有清楚无？吼、哦，这就是因为咱依照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你根本都啊袂杀你嘛。啊，这个是美国的战利品，啊，天皇。就是有这个所有权，啊，恁那会使讲恁要来独立？啊，秘书长我定咧讲，咱住伫国宾的人，若住五六十年啊，咱这五六十年住伫国宾，大家拢出来讲，咱来标过讲，啊，国宾是会使咱的无？哪有可能？你住伫遐，你就是人客尔，哪有可能要好你？啊，这就是大家就安尼用这个例子来足清楚，吼、哦！啊，这就甲大家讲，伊这个罗斯啊是惊到呢，美国惊到呢，惊遐少年唔知影咧，因人去一个人引爆出来讲，啊，咱来独立无，画出来，啊。啊，是讲咱来公道哦。啊，阿伯啊，
安尼足晦气啊！在少年就足晦气啊，因未了解嘛，整个这个历史伊拢无清楚啊。啊，那互煽动了一下，真正足歹解决的。啊，所以伊唔才画出来，迄个时阵，吼、哦，伊才画出来嘛。来，过来看。这个政府冲，大家知影嘛？哈，这个马英九叫去驻美、驻在美国的代表，底下去待两年，两年回来了后啊，跟马英九讲安怎，大船离港。那很奇怪的啊，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哦，是怎样啊，真啊，真普通啊，去美国啊，回来了后说，跟马英九说大船离港论，啊，这就是什么？我较早做囡仔时啊，常常听到说大船入港啦，啊！大船入港就是安怎？就是讲美国一船来啊，载米粉啦，载牛奶粉来给咱运输啦。哦，啊，大家足欢喜的咧。那真普通，刚回国呢，伊只车讲拄啊转来呢，啊，讲大船离港。啊，即马，迄阵啊讲诶，甲即马相对来看，有影伊周边诶人拢安怎，拢走了了，成酸啊啦。伊遐较重要遐大官啊，拢走了了。哦，啊，当迄阵啊，才甲讲，人才甲讲，按这个要大船离港要。航向何方？啊，秘书长最近讲，因要走去，这大官想要走去加拿大去了。伊若讲走去平潭去啊，啊，今过去个老公清算。啊，若要走去美国去啊，啊，人会叫美国啊，印度回来。啊、所以说他们有计划要走到加拿大去、哦啊、这样、啊、因为秘书长有这样说、哦啊、所以、啊、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哦啊、这都不是我在说的、啊、这都是在这个报道都有证据的、啊、再来当然希拉蕊伊想要选总统了，当然伊最近啊，伊讲伫纽约啊竞选办公室已经成立啊，吼、哦、阿要民主党的总统要来竞选提名啊。哦啊啊！伊我足清楚啦，哦，太依赖中国了，台湾会变得更脆弱，啊，这熟悉的呀、啊。啊，简单讲吼、哦，中国算一个大窟窿啦，台湾算一个小窟窿啦，啊，那大窟窿、小窟窿吼，甲拍通过下骹。甲炮通过吼，细窟内水也流了了，拢走流去大窟内水啦。啊，这就是安尼啊。啊，咱遮这足简单的道理啊，大家未了解啊，大家未了解。吼、哦，啊，这有当时啊，拢是啥？咱现在政府啦，都是故意的。要让整个台湾
吼，拢要互掏空啦，掏空。吼，安尼讲，以后因要来管理较方便啦。这种这个情形伫咧。这个安倍晋三不简单呢，回国的首相，回国就是讲伊做一任过啊，啊，即马佫倒来做。迄阵啊，美国有征求咱的意见，讲日本这个政界另几个。有较相当咧联络个袂？啊，秘书长有甲介绍讲即个啦。哦，啊，即个我较少年一丝啊。哦，啊，拄啊，很难得，毋只有个回国。啊，即嘛回国咧创啥？因为伊为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那个叫做麦克阿帅啊，把因的宪法，把这个日本这个军啊，必须说你们不能有军队啊，你们只另组这个自卫队、自卫权娘了。啊，所以无法度，因为战败国嘛，啊战败国必须要接受战胜国的指挥嘛，啊拢同意嘛，啊即马人民讲安尼袂杀你啊，啊即马安尼我阿爸咱自卫权呐，就人甲咱拍，咱才会使反抗呢，安尼咪哪会使？啊嘛有当时啊单气，人甲咱拍。啊，咱叫反抗，啊，就保死啊嘞！吼、哦，啊，这个状况，伊唔只讲咩，迄、那个要做啥？集体自卫权要来解禁，啊，他可以向海外动武，啊，问题就是有这个情形啊，伊才甲迄个国会啊，因为迄阵啊众议。众议院啊，差不多70%无接受啊。啊，伊讲好无接受，我用啥行政命令？啊，行政命令讲啊，你违宪啦。啊，伊讲伊在议员讲恁违宪，伊甲要来讲好，无安尼，把这个众议院全部解散，众议院解散，啊，重来。再选过，啊，选过以后有超过2/3，啊，所以伊四月，我四月礼拜啊，要去美国加奥巴马见面，啊，可以伫因参议院、众议院的国会啊演讲。这就是要跟大家讲，伊去了后，我看咱就搁较明朗啊，咱会搁较明朗啊。因为咱会安尼讲，迄个咱会使。国家民人就是迄个罗斯啊，来，我来看这张吼罗斯。他拄啊讲过啊，罗斯这个人咧创啥？这个是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啊，这个是罗斯吼，伊讲。2015年台湾重要政治年，啊，拄啊，
迄个安倍晋三去国会发表演说，那是第一届。啊，这都很明显啊，咱会得看到什么？你知哦？足明显的啦，足明显会得看到这个信息。那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一个公安呢，不要去动啊。美国会等待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你看，这个信息啦，要让我大家去了解。奥巴马当时要落台。那是差不多2016嘛，啊，所以政治人物啊，拢要留名呐。所以伊那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未解决嘞，伊要甲解决了后，伊伫世界上唔叫一个人较会记哩吧。啊、所以这就是足正确的代志嘛！啊，大家安尼去想，就知影咧。吼、哦、啊！你看，这就出来啊！啊，有影，这无半干会使哩。大家想看卖？照咱的观念，从来。总统府拢啊，一楼是国防部在用啊。啊，即摆国防部要安怎？搬去台北啦。啊，这有个人我都唔知呢。啊，知诶，牙齿着好无？啊，无几个嘛。啊，这若要翕相，我甲翕翕去，去予朋友去看。啊，你看这是不是我准备要走路啊？这安尼，你也无要准备走路啊？我伊啊底下都好好，啊那要去刷刷去带得去，后来。啊，即马就是咱阁看一个报道。哦，金普通先跳船呐、啊，讲身体不好啊。哦，啊，这是啥？好、哦，讲金小刀，好、哦，这支火会烧到哪里？哦，啊，这里林玉芳不信啊，是健康的因素。啊，这拢要给大家做参考嘛？啊，是不是？哎。这个死了无外久吼，咱3月12日伫美国控告了后，伊阁带7个走去美国去呢，对啊，啊，伊讲啊，你都哎，迄、那个健康。身体不好，啊，哪会阁坐10几点钟的飞机，阁去走美国去？啊，阁带7个
斗阵出去，啊，这是咧创啥？因为咱甲过啊嘛，啊，所以因爱去处理，吼、哦，啊，这好看，咱看了，大家拢会清楚嘛，哦，啊，这伊这都，这都伊讲无可能啦，啊，这国民党诶会有做啥立委嘛？足奇怪，足奇怪，吼、哦，这足奇怪嘛，吼、哦。安怎足奇怪？应该秘书长也讲，伊出国以前前一天，总统府则甲请做资政。资政你知影无？以前是讲要转去台大嘛，啊，遐台大遐个学生囡仔讲无爱互转去啊嘛。啊无爱转去，啊，就怎啊，就无消息去啊？啊，无消息去，因老爸咧破病啦，啊，伫厝诶咧甲因顾因老爸啦。欸，应该都拢顾因老爸啊。欸，啊，马英九，佮叫伊来甲封一个资政了后，第二天讲出国去啊，去带去。纽约啦，啊，讲要去哈佛大学啦，啊，因为咱甲美国告咧，啊，马英九讲啊，无你赶紧代表去，安怎去安排去悄悄咧，看会较慢咧，叫伊佫出去啦，叫伊佫出去啦。什么人去给送机呢？来，咱来看，讲什么人去给送机？那个王卓金啊，哦，王卓金是谁？警政署长呢？行政院长要出去，啊，因为伊变了做资政啦，总统府的资政出去，我都开公会啊呢，啊，行政署长去甲送机啦，啊，遐个警察咧收收海关遮个警察，看到警，迄个叫做警察头子乌鸦鬼，伊敢袂举手起来惊咧？啊，一定会惊你嘛！伊有讲啊，你行李留咧，阮来检查看卖，才让你过，有可能啊无？一定袂嘛！啊，警政署长徛伫边啊，安尼行过，啊，内底看一个公事包，啊，行李货运啊，看公事包，啊，公事包内底唔知摕几。几本支票咧？安尼就出去啊！迄凡事拢凡事啊吼！即我讲凡事，凡事拢迄个要做啥？马英九拢签名签好的空白支票咧。好、哦、啊，即就是啊，即实际上就是安尼啊。三月七七的嘛吼，啊，咱这吼这种足，哪讲不可思议的代志啦？看到这吼，咱就想讲，咱到三月十二要去啊，啊，要去啊，国际记者招待会咧，伊就去叫这人，叫这人。回来挑工不爱让他们去听我们的记者招待会，实际上我们在那举行国际记者招待会，
因咧管外交诶，做伊这个啊，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啊，这个啊，罗伊斯啊，是伊一定跟因相关的这个小组的人，爱去听咱的记者招待会的发表，唔得着，唔爱让因去听啦。甲讲啊，来台湾，啊来台湾，伊讲要台湾要创啥？啊，恁来了解科批啦。啊，因这人讲哦，啊要去科批，安尼也袂歹啊，好啊，来问科批呐，袂歹啊。啊，条讲我唔知咱开偌济钱，啊，怎啊甲因这人爱去听咱的演讲会，啊无去听，怎甲带你走？啊，佫刷落，伫遐重要的报纸，可能拢去买收啦。所以，好、哦、啊，这就是当地的，好、哦、华盛顿 DC 的邮报，啊，拢无出来啊，啊，这就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江宜桦挂皮包啊出去，这个时间。拢那个配合了，足拄好。好、哦，啊，这就是要予大家了解一下吼、哦，就是这个情形啊。啊，当然，伊阁上爱问考题讲，啊，你哪会选会到啦？伊该讲啥？你知？那流血的时候啊，要游得比鲨鱼更快。科皮甲安尼讲啊，讲你若流血，因为鲨鱼迄个嗅感吼，脑血的所在，伊就出一个做一个就收起啊嘛。咱看电影拢会看到嘛吼，伊就你若流血，就叫人呼气啊，叫鲨鱼。啊，科皮讲，那流血的时候要比游的比鲨鱼还快，伊就夹袂到啦。啊，这个代志有安尼啊无？实在啊，科批人咧甲打伊个弊案呐、啊，打科批讲你伫遐咧做主管，吼、哦、啊，伊就讲你讲啊，伊这个要做啥？啊，设一个司长啦，啊，你家己内底一定有问题，伊就甲伊遐要做啥？组织做一个公布，做一个打出来。啊，科批的啊，我几十年的做诶收入啊，拢啊公布。从来到今啊，无一个出来算的人有做甲安尼。啊，以前迄、那个伊小英，迄阵啊，大家看讲哦，小英的气势不错的。该会到啊！啊，那到尾也无到，啊，伊就用这个叫做假的、伪造的日期证件，伪造日期的那个公文啊，甲小英讲，你这个是弊案，啊，这是伪造的啊！啊，实际上哪要甲海科批讲，因为你。在做医生啊，啊在做器官移植啊，你在介绍在做器官移植这个工作在赚钱。啊，拄啊讲多一本美国人发表的册，有安尼写着。啊，两三天后，美国就甲。翻到中文，翻翻的寄出来，迄本甲公布。啊，咱这边的律师哥写给这个作者，
啊，作者讲啊，有安尼无安，又甲讲无安尼，啊，所以讲从这公布落去，所以可比讲要游得比鲨鱼还要快，这就是安怎，因为可比有好运嘛，所有的人拢在甲斗三工嘛，伊爱啥，大家去甲传传的，有能力的人。就寄来给伊，啊，真正可比从来无讲啊，我经费够啊，卖个关啊，关起来，这实在足难得个。大家拢有钱，大家愈关有钱愈好啊。那会讲伊要讲啊，我个怎迄个？竞选经费高啊！我的迄个捐款我都关掉，从来没有的。这拢是伊的判断甲伊的决策，拢足正确的。啊，我是咧素人呐、啊，伊讲素人啊，因为他没有欠人家嘛。伊讲伊甲财团讲啊，我的。没有欠你们，我哪会跟你们去投资？啊，这就是哦，咱现在的做官的人，拢加减拢啊，去共提好处啦。吼、哦、啊，提人个叫做迄个算讲政治现金啦，拢有这个情况吼、哦。你大家有看到嘛吼？伊、哦、这个话足欢喜个啊！你甲问啊，因咧问讲美国啊，迄、那个国会啊，议员啊，问讲胜选的策略是虾米啦？哦，你安怎选的赢啦？啊，可比讲要游得比鲨鱼更要快，这个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流血的话，老虎的胃啊。鲨鱼闻到这里有血味啊，伊就怎撞来啊啦！啊，你就爱走比伊较紧，你就袂去咬去了。就危机意识嘛，吼，就是。啊，这拢唔是我咧讲啦，啊，这予大家应该大家清楚。啊，这也知影嘛吼，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嘛。啊，若无看过，我会使来翕相啊。因为这翕翕的吼，登去和朋友啊，甲讲，伫全国法规资料库内底，吼、哦，这个资料库内底，中华民国拢诶，这个档案啊，这个组织条例啊。拢废止啊！上网去查，大家上网去查，去查这个啊资料库。哦啊个查查嘞，啊根本就足清楚。啊那要翕相的也使翕吼，后来。足济个啦，好来，这人会煮啦。都放出来嘛吼，嗯嗯，啊，这就是，嘿，这就是哎呦，大家清楚嘛。啊！伊要走路啊，就是先会主嘛。好，阿姐。
后面伊就爱去走路啊。哈，啊，这都咱头拄啊美国头讲啊，美国头讲遐清楚啊。阿伯啊，予咱现在咱一个缺点伫呾，你知影？第一啦，因为美国开两个条件出来，第一讲爱训练四千人，咱直直咧拼。好、哦、啊，起码我差不多差两三百个咧款啦。好、哦，身份证啊。甲咱讲爱41万张啦，啊，这吼咱拼还袂够啦，啊，所以讲希望大家吼一定爱，啊，若拼够啊吼，啊，当然伊一定予咱，因为伊开出来条件，咱拢甲做甲够嘛，哦，啊，咱若做无做甲够，伊就行会拖嘛，所以这就是讲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啦。咱这张吼，我这张我的吼，达赖喇嘛摸过呢，吼，这张去我去印度达兰萨拉去遐啊，达赖喇嘛讲哦。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因就是主要爱去走路啊，啊走路要安怎？爱走一只，爱走一只。平潭岛，足近的啊！啊，船啊，船，台北港。甲啊，台中港头3点外钟，这个所在啊，啊，开通的时啦，我一个同事啦，啊，因为以前我有甲斗三工着，因为我迄阵啊做系主任嘛，啊，升等委员会委员嘛，啊，伊我要升，迄阵啊。刚要升副教授的时阵，应该是升副教授的时阵。哎，阮迄阵啊，学校啊，就是用投票的。吼、哦，啊，这个老师，大家投票超过1/2通过，爱加登去写论文。啊，是论文写好啊，参加投票通过，啊，送去教育部，啊，教育部审查完了以后，他的论文通过，啊，就升起来。现在无同款啊啦，现在升等是安尼，你先上，学校决定了后，你的论文先上，上去了后，教育部。通过了后，回来才算把你升起来。啊，阮迄阵啊较早，吼、哦，啊较早，我30几岁我就提教授啊，哦，啊我就做一级主管了。啊，迄阵啊安怎哩讲？迄阵啊学校有这个名额无啦，等于有这个编制无啦。一般学校里面啊，啊就是4员1工，4员，哦，一个是助教，哦，迄阵要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个工友。啊，我们学校有多少班？不可以超过，如果10班、10班哈，只有10个教授，10班你10班
只有十个教授啊，十个副教授，十个讲师，十个助教，啊，十个工友。教授无死，升袂起去呢。有诶，做副教授几啊十年，啊，要升教授足困难啊！啊，教授遐拢无要退休，无要啊，未死啊，当啊，都伫下骹都啊等啊嘛。吼、哦，这就是以前诶方式啦。啊，所以讲以前啊，都起码有啊，起码副教授缺几个哦啊，起码后来。投票今年要升多少个？伊迄个甲我讲啊，讲啊，伊个亲戚啦，我伫平潭岛啊，我咧做大官啦，啊拄啊第一次通航，跟台北港通航啦。伊讲伊安怎呢？伊讲知啊，我甲讲平潭岛你知无？伊讲伊知啊。哦，啊，知啊！啊，我甲讲，啊，你有要去遐无？伊讲那个地方啊，风很大。我唔知，我也唔知讲那个地方风很大，爱甲讲安。啊，所以讲，因为伊我是第二代的啊，圣公啊，跟。蒋中正迄阵啊来的啦，第二代，啊，我了解那因的背景吼，可能加情报、国安系统的人来看，吼、哦，类似安尼吼，啊，我就是讲，加这个所在啊，所以咱有诶唔知啊吼，咱起码过来第。2010年啊，迄阵啊都有咧报道啊呢，吼、哦，迄阵啊都报道讲吼，这个你好台湾的啊报道吼，伊、哦、讲五个共同啊，五个共同啊，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啊，这里就是一个实验区啊，要给台湾。诶，人来住在这边，吼、哦，一个吼、哦，造成哦海峡两岸幸福啊，这里啦渔基岛啦，这里是奈安呢，这都是美国啊，做代志拢有一步一步的计划，伊那。美军入来了后，因家的人会惊未惊？入来了后，伊讲：“下摆咱会交予台湾民政府去管理。”啊，因有的拢有贪官的记录啦，有啥物拢是较早拢做大官的家的啦，啊是有做啥物歹代志的家的啦，因会惊，啊因会走去台去，走去中国去嘛。即摆中国开放啊，因为一划签了后，国共和谈了，他们可以回去了。啊，因要回去，因有诶乌白走啊，他估计吼、哦，他有200万人，差不多大约200万人呐、啊，他不会留在台湾，他们会回到啊中国去。哎，伊若要走去中国去，有个人乌白走啊！以前来那是各不同的地方来的嘛，啊，有的就走去四川，有的走去贵州，有的走去云南，啊，是有的走去叫做啊东北，哈、啊，啊，有的走去叫做天津，乌白走，200万人拢走遐去，伊个。在台湾受这个思想、这个教育，去
去到遐呐，拢甲因起革命，啊，中国都乱糟糟啊！呾，遐个革命，遐个革命，啊，因敢袂惊？伊呐，为了管理讲啊，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互恁住啦，啊，恁若要乱啊，我才甲你炸掉去，啊，恁就伫这个海。海边咧乱，啊，迄甲阮都无伫台，伊只若甲炸掉，只个桥啊，即个来啊，拢甲炸掉去，啊，恁都恁伫只，即都是比台北个下做啥？较大，超1.3倍啦。大啊，比台北较大，吼、哦，个所在啦，啊，阿伯会去鼓吹人在遮，啊，即迄、那个执照吼。哦咱台湾的执照拢会用你啦，咱台票我会用你啦。啊，咱的车我会使坐因的船去，我会使开你。吼、哦，啊，咱即马来看看这个报道吼、哦，啊，让大家搁较清楚者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提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影片哈，受害台商哈。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君入瓮的新招。
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啊，这就是什么情形？实际上吼，啊，要甲大家讲，因为我有一个机会啊，去北京参加北京甲咱啊台湾啊，伊讲是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啦，啊，我是仲裁协会的人，啊，我第一摆办，啊，第一摆我去北京，迄到要到五年啊，我去啊，啊，一个研讨会嘛吼，啊，到尾啊 Q&A 我就举手甲问因讲，因的人民迄个大法，因迄个法官啦。我甲讲，为什么台商去伫中国拍官司用事？因人民大迄个法官咧讲，你知道？伊讲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啊，下面叫做中国政策。大家去思考看卖，这若要讲起来吼，有当时啊，我上头甲大家讲，我伫外国住十几年嘛吼，有上海来，我伫外国，啊，我有咧，我伫外国咧干做生意，伊甲讲啥呢？伊甲讲，因小学的时阵啊，的课本啊，就讲台湾比中国较好，就是蒋中正甲中国的黄金啊，拢再来台湾啦。恁大家想看卖咧？这就是讲，因中国人认为讲，恁台湾的来，你即马来，我甲你抓起来宰你，干那那个来甲你算利息同款尔啦。这个心态啦，啊，所以讲去到遐。哪有可能讲因？我搁讲一个吼，最近的啊，最近拄啊有一个，算讲我拄啊做无固定大位啦。啊，阮姐夫因那边的因小弟啦，我伫
北京做生意做袂少，啊，就咧讲到这个问题啦。我甲讲，从甲大家讲安尼啦，讲伊个人民诶，迄个法院的判决啦，就是讲依照他们的啊，依照中国的政策，你违背中国政策，能判输嘛？吼，我安尼甲讲，伊讲无，唔是安尼。我讲啊，无到底是安怎？伊讲哦，两个咧有过啊，提钱的人出较济的人都赢啦。我即晚再去得到这个信息，讲因为伊甲咱相过，吼、哦、啊，迄、那个两道双方啊，就是讲过，比过较做啊，受过人吼、哦，告诉人啊，甲被告人吼、哦，看多一个提钱提较济啦，讲提较钱的钱提较济就赢，啊，迄我是去。哦啊、但是我以前、哦、我要再讲一个较马路消息、哦、让大家我会稍微了解、哦、咱他应该是两年前啦、哦、他有两年多前、哦欸、他应该算起来我三年这样、哦、有一个上海的律师啦，查某律师啦，伊往来咱家访问啦，来咱家参观啦，啊，我就才讲伊是律师嘛，伫上海嘛吼，啊，伊个表示讲，伊我是杰出的律师啦，伊那讲三八妇女节吼，伊会去北京受表扬的，查某律师啦，我来问讲是安怎？咱台湾人民底下去告，介因啊，介因当地人的告啊，啊乃拢告输啦。啊，是毋是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伊讲应该袂安尼啦，应该讲伊讲有法律啊，依法律啦。没有法律的啊，当然是违背中国政策能判输啦。伊本身就是伊安尼讲啦。吼、哦、啊，都即马都三个咧，啊，予大家去思考。吼、哦，四五年前我去北京参加这个仲裁协会的研讨会，迄是咱台湾第一摆仲裁协会去北京，啊，我有去甲参加。哦啊、因为我本身我是仲裁人、啊、我去参加、啊、去那的结果是这样、啊、最近去做、啊、无辜解答有的信息说我们两个小狗是在拿钱拿比较多的人才会赢、哦又说一个说上海的律师查某律师杰出的查某律师来我们这里参观、啊、我给他请教的问题，啊，让大家做参考吼，啊，这就是要让大家啊较了解的。好，啊，咱来看这个啊 PowerPoint 吼，咱若看到这吼、個，咱人民的交钱吼，要让这个高级官员吼，拢无要甲咱真正咧做代志。在做啥？表面功夫啦，大家咱来看卖，这吼、哦，先介绍，这里是辅仁大学的迄个客座吼、哦、教授啦。啊，咱拄啊太阳花事件，啊去占领迄个行政院的时。啊，这个我写锁入去啦，无代志，我写锁入去行政院啦。啊，去了后吼，
拖去甲开啦，去甲看啦，讲看到这张啦，因为无简单吼，迄个中文阁会晓吼，你看这是啥？一夹的嘛吼，一定夹住夹的吼，啊怎去甲？伊这怎甲擦擦起来？因为这运输钱的问题啦吼，啊甲擦起来。你有看到讲，咱的高级公务人员一天的上班时间拢在创啥？拢在，伊讲这个证件啊，一点通啦，一个人一定要去点啊，伊才58，暗底啊咧造假嘛，啊讲赞，啊一个爱底啊取。十拜，啊！那无要做记录呢？我、啊、这个无吃着，啊，这个都啊小姐，我啊这个无吃着，啊，这个小姐。所以，咱家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拢在造假，哎，搞咱娘心碎。啊，这不是我后边讲哦。伊这拢有实在的记录伫咧嘛？啊，当然，这就是迄阵啊，多啊太阳花事件的时啊，世界各国吼，那讲到这吼，真正。迄阵啊，那太阳花事件的时候，那世界的钟站出来。啊，我当时阵，因为咱家的报道啦，有整个有英文的啊、德文的、西班牙文啊、加法文的啊、日文的，拢。有这个报道，主要迄阵啊，因的组织啊，内底有一个咧发布的组长啊，啊，很不幸啊，讲安怎你知啊？讲家己骑机车要骑去宜兰啊，啊，跋落坎坷，恁咧想这干会安呢？这就是讲，我跟你讲吼，因为能力很强，人家就锁定了，哦，通信拢跟你了解讲，哦，你当时要去带，当时要去带，啊，拢跟你讲好。我。留啊，有这个人的信息啊，迄去互逼为三代机车硬甲逼为砍卡落去。伊我骑，我倒摆还有三代，内底有我有一个啊，一代是查甫载查某的，啊，安尼甲逼落去，这就是。所以，足济我拢会制造一些事端呐、啊，吼、哦、啊，这就是白色恐怖的阴影。好、哦，咱我要来看一挂诶影片吼，卖讲拢我咧讲啦吼，咱来看啊看一挂影片。啊，这个那唔知有无？那无，咱来阁看落来这个影片。啊，当然还没看影片前吼，咱起码要甲大家讲吼，这个问题吼，我还要讲者，给大家知吼。啊，第一拜聚会时啊，第一拜聚会时，
美国相关单位确实上咱这两百度，伊就讲你到啊秘书长，秘书长就了解，啊实际上就是啊日食美占嘛，美国占领嘛，啊日本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嘛，好、哦，因为有这个了后，咱再去当年拢去天皇遐去拜天皇。当然，有的人啊，这就是一个人吼，爱要让大家了解吼、哦。上人这个人啊，当然，咱认为讲这应该对咱最好的嘛。但是，伊自退休了后啊。错误的引导，所以咱第一摆要去美国，在这个美国啊，这里有做俱乐部，我们这个就是在要发啊，咱要去啊发表啊记者会，召开记者会时啊。把咱发出错的信息，咱要去以前啊，上咱这两顶的人的信息，和咱讲，咱会使用台湾政府啊，啊阿伯啊，中兴新村就要留咧给咱，安尼咱大家有欢喜无？咱就足欢喜啊！啊这个人原早伊就足清楚啊，但是秘书长佮另外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无啊，你那是台湾民政府呢，袂使台湾政府呢，啊，要出发以前才两个信息来。啊，当然啦，要出发以前做一个开会，底下人民讲安怎较好，所以当时候出去红布条啊，写台湾瓜湖啊民政府啦，安尼大家唔知猜。台湾啊，一个民啊，一个瓜府政府了，因为两个信息来嘛，啊，到底啊，真的出去以后就发生等于叛变，咱迄阵啊，就大家凝聚力就好了，哦，啊，哪会安尼？这就是啥，所以我常常在讲，我常常在讲，讲啥？李鸿政府甲咱教，有当时啊拢足正确的呢。伊阵啊甲教讲啥？火蝶就在你的身边呢。我常常在讲这个，如果成功的时啊，如有一款呢。上人这两个跟儿子上儿子上啦，离开政府机关以后，这边中国地钱啦，这边流亡政府甲地钱啦，伊敢会受一个坑，互恁去拉？哎呀嘞！这大家都要注意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天佑台湾，
你若是其中人叫你来遮要做破坏的人，你后摆啊，你话会袂好过啦。我那安尼讲，咱大家拢要想讲，咱以后咱的子孙过了较好。来遮拢咧做功德，你咧来遮破坏，你后摆你就爱去受这个因果。我会使甲大家讲，一定有因果。哦，所以爱大家家己做代志吼，爱家己吼，爱去了解吼。啊，这已经看到这，我若无讲一个吼，实在上知影这款这件代志的人无济啦，因为即马拢较少年啦。吼，即马现在咱礼拜动心拢较少年啊，当然少年时候，我若头突然鼓励讲，较少年人爱赶紧来跟，才会成功啊。以前的状况，五六年前迄阵的大家的状况，吼，这拢无清楚。足济人，我足甘心啦！我阁讲一个例，予大家知吼，这样我爱予大家知。以前第一摆咱要去告美国政府的时，大家拢无钱啊！啊，大家讲啊，无来请，大家拢按请者引出来啊。告毋是遐，讲安尼。几万块啊，都会得过呢。我足甘心，咱这个动心，今仔日闹来上课。啊，昨我坐计程车来，啊，拄啊伊要出去，啊，我那甲这个司机介绍讲，这个人甲伊的残呐。去甲银行押200万啦，交予秘书长去告啦。啊，你讲看，无钱啊，干来无钱啊，提残去借200万，啊，交予秘书长去告。迄阵啊，毋是像即卖呢，迄阵啊，拢也袂有人。在咱有诶讲八字都没有一撇啊，嘿，要告美国政府啊无钱，伊讲啊无我来家银行借钱，啊你提告，好、哦，准你啊你敢敢安尼做？所以足甘心伫咱遮吼有足侪年纪较大遐吼。讲起来吼，足甘心啦。国讲来吼，咱去办事去，就第一摆开偌济呢？一摊拢爱9万几块呢。那是动心出来讲，啊好，9万几块我开美金的呢。咱要请身份证，美国讲这张要请身份证，恁爱。好势，你就是爱第一届爱去交10万美金呢？秘书长他敢冒咧笑，大家讲阿无变嘛，阿无国金嘛，大国金嘛。啊，秘书长啊，拢家己认出，啊，那秘书长认出，阮也拢认出来。啊，所以阿唔着好你家在。咱日本迄个曾根的主席，伊讲啊，迄、那个我出10万块，咱第一拜去拜天王，咱以前我懵懵懂懂啊，都是拢去叫
日本那边的我类似公关公司同样的那看狗的给我们创我都要开钱呢。第一次去在机场百几个日本人在那给我们吃啊，刷了后啊，就大家坐游览车啊，有诶，就讲啊，咱住伫台啦，啊，当时要食饭啦，遐日本人啊，拢来斗食饭。迄一个人，因为咱去旅费一顿可能假设2000块吼，台币吼，啊，食了旅行社迄个啊，就坐伫住宿个边啊。啊，就讲哦，几个，哦，今仔日拄啊35个去食饭，啊，一个2000块，啊，开偌济钱，啊，机票伊拄啊开，我伫坐伫主席个边啊，干那咧看伊咧开机票俩，我算算个，迄摊含迄个公关公司遐，因为公关公司办了还足好咧，伊佫加倍予伊。我算算的，头开头300几万台票，足甘心有今仔日安尼，应该恁大家足福气。那无以前遮的人，实在足困难的啦。啊，这就是啥？天佑台湾，咱爱钱，到尾拢有钱。啊，这是啥？天佑台湾嘛。啊，那柯皮讲的，天命、运气、努力，安尼一定成功。咱大家有这个决心嘛无？感恩啦！啊，这咱大家清楚啊嘛吼，这清楚嘛吼啊，大家一定爱给你这个时间吼，吼2009年4月7号，吼啊去。啊，咱是唯一的吼。伊迄拢毋是，到咱是去共告诶人。啊，当然，即拢一寡泡片，互恁看啦吼。咱来看一寡影片好啦吼，好，大家搁较清楚，莫讲拢我咧讲。咱来看。这种给您迄类吼，这种弄一个影片给您了解。我即马这安尼好啦，我先阁补充一下吼。迄阵啊吼，马英九安尼讲，讲拒绝国际救援的美军讲要来，讲袂使的袂使。啊，美军有来啊无来？插插了，这是我是只要占领全国。啊！我咧讲袂使降落，伊也是降落。啊，这回迄、那个做啊 F18，迄是安怎情形？若是降落，伊敢讲从头讲啊，台南来啦，为屏东迄边去啊，啥啦？伊敢若要改为台南来？好、哦，类似安尼啦，吼、哦。足济啦，足济啊！这就是，予大家我清楚了解一下。哦，啊，这应该我，这啥？海关，咱这的移民局，咱这的办迄个叫做啊海关的转进出移民局啊，伊讲恁移民局刷在边啊去啦，阮家己来处理就好啦。啊，这都熟悉的啊。啊！伫国会人咧咨询的时候，伊若讲啊，咱都要去甲帮忙，因都讲啊，免予恁帮忙啦，应该来。
迄时我爱想闹开啦，我爱想流亡政府先甲闹开伤济啦，啊，就是讲啊，因家己做家己安尼吼，你若无我无法哩。你看何事？迄是美国的利益嘛？暗则唔停，好、哦、类似安尼啦。啊，你看什么美牛啦、美虾啦？哎、欸，你怕伊讲啊，白菜礼拜，伊那甲你讲叫那叫礼拜，类似安尼啦吼。啊，但是咱来了解啦吼。美国照正常咱来讲吼，美国会食的物件吼，咱话应该会食哩啦。美国的卫生啦，各方面啦，未比咱食较歹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哦。后来，咱即马要来这个报道，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三例吼，甲咱报道。但是我话甲看破咧，讲咱这张是咱家己制造啦，咱这张新闻奖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后来，来拜托咱来。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要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公告员，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嗯，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因为三立甲咱讲吼，咱这个身份证是自己制造吼。啊、事实上，我就头拄啊讲一个例子，咱要拜托美国甲咱做，美国甲咱讲，第一拜就爱先10万块啦，去等于那个开班会，咱遐因国防部的人出来甲咱创个公司，啊，伫遐做科威特，甲做咱台湾啊政府。这个新闻证，啊，就是一定爱开班会嘛，啊，无伊讲，嗯，啊，你要叫阮，啊，当，哦，类似我得，好大家了解吼，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咱即马要现身说法，咱这个晶片的啊身份证啊，咱。都啊，迄回去啊，华府访问，吼、哦、啊，咱伫遐有用到咱这张身份证，啊，咱今晚要来看这个现身说法，来啊，再拜托。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毕淑定常常
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set， 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好，好、哦，这个是现身说法嘛，哈啊，我们再来看哈、哦，有几个现身说法的。咱这个同心，我去关岛，我阿姨就讲啊，有身份证啊，叫伊甲咱登着了，啊，伊也做甲登着了，啊，所以。关岛是美国的嘛？你这张身份证是不是美国认证的？啊，咱呢？咱事实上，咱我家里有两个，迄个有做读卡机的设备。因为咱的读卡机就是我美国荷兰啊做了，咱的卡片取了啊，都内底记录拢出来。哦，啊来，过来，搁一个现身说法啊、哦！因为要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啊，和大家了解者，咱这个啊，新德州这个啊，黄石礁他是参议员哦，咱即卖参议员呢，哦，啊，咱来帮这个和大家。咱请各咱的同心，吼、哦、啊，黄石啊，叫咱个高将一个，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比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无到扛来吼。后、哦、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个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者。后来。大家好，我叫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啊，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啊，伊是坐 UA， 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提身份证给伊，可是回来的时阵，我就想起，啊，我有身份证，那未记提何用？我才刚才提身份证给伊，啊，那个通关人员哈，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么多次，都不捌拄到这么好的，这样这么恭敬送给我。后来呢，他给我另外走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
盘子里面，它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运，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啊，好像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毋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60岁啊，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我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所以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好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啊，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回去少年呢，较有专业的，拢叫伊来上课。第二，咱这张身份证。因为美国甲咱规定41万，咱即马才34万份，哎，拜托大家，确实足好用的，好啊，好，谢谢，啊，咱先到这。